什么是韭菜丸剂？什么是韭菜丸剂？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韭菜丸剂的话，我就带你一起研究。阿九，一个爱吃爱玩的旅行博主，老蔡，一位资深的越野自驾达人。我和老蔡出于爱好创办了韭菜丸剂自媒体频道，我们会通过视频的形式给大家分享杭州及周边的小众旅行地，然后呢还会给大家提供旅行攻略、露营信息、特色景点、地道美食，然后还有交通及住宿等信息哦。并且呢我们还会给出大家一个宝藏游记，还有野营露书，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韭菜丸剂公众号上面查看哦。呀，好，好，我们的视频会在全网发布，那到底是在哪些平台呢？我也记不住了，给大家念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嘿，看一下啊。好，我要开始念了。微信视频号、公众号、微店、微博、星球视频、哔哩哔哩、听视频、今日头条、西瓜视频、抖音、火山、百度、好看视频、全民小视频、腾讯视频、腾讯新闻、看点快报、微视、爱奇艺、UC 浏览器、知乎、趣头条、马蜂窝、大众点评、小红书、快手、优酷、九号出行、一三三六零、坦克三百，一共30个平台，大家都可以找到我们，不用担心找不到韭菜丸剂哟。那平时呢，我们会驾着我们的坦克300，哪里野就往哪里开。去探索野营的乐趣，美食美景为伴，过城里人向往的周末。大家可以在抖音和小红书上获取我们的即时信息哦。嘿，嘿，如果实在是没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出行的小伙伴，也不用担心，我们会用全景相机给大家拍摄一个360度的视频，大家就可以在 VR 头盔里面看到我们的营地实况啦。那说不定我们在未来还能在 VR 上面进行线上聚会哦，这个呢大家就可以关注我们的 Oculus 玩家公会这个账号啦。那我们一路玩会一路发现美食，我们会把自己实际吃过体验过真的觉得非常棒的东西推荐给大家，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店里面进行购买哦。那创办频道呢是出于爱好，更是想结交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，加入我们的群吧，跟我们一起过向往的周末。